恁着婀娜妖花，万百姓啊，恁着称呼伊，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。妖花的生息永远未地，恁着婀娜妖花。即是请咱起立，三甲来坐念新的概念。恁着尽心尽性尽力疼住你的上帝，这个家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心上是大。恁着疼住伊，尽心尽力。这个家代是全我甲身边的众同好，我用新的概念予你，就是恁着三疼，亲像我来疼你，恁也着安尼三疼。这是咱游园徛的三角来祈祷。母里面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的看顾甲保守，予我拢会当平安顺遂。伫这你所定的日子，你的正经儿各自入伫你的殿院，用欢喜的心唱歌来阿罗哩，来敬拜你。亲爱主耶稣，我承认我实在是真软弱，有时拄到困难、搁恶当当的代志，就毋知要安怎来解决。当我无助的时，只有恳求你带领我，予我行过人生的道路。予我虽然拄到困难，也有够力的信心来依靠你。伫我日常生活中，我常常认为家己是有真多欠缺的人，阮却袂记你所算遐个你所赐予阮的稳定甲下面，求你来饶恕阮，求你照着每一天的生活甲事物来提醒阮，你是满有仁慈甲怜悯的上帝，同时也是阮人生唯一的帮衬。亲爱主，而且我若要为着身体健康的兄弟，也是心灵受创伤，诶，来献上祈求，恳求天父怜悯甲安慰，伫痛苦甲悲伤的时，有主的平安伫因的内面。即时恳求圣神进入我每一个人的心，予我来领受王牧师来传讲你天来的信息，也予讲甲听的个拢会当得到伊的。我来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摆伫你的面前，我伫你的面前，
的过去。我的岁数不过是七十，我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。谁人感受的着你生气的威力？求你教我会晓算数家己的日子。上主啊，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？求你透早就让我享受你的慈爱。你让我一生有多少多艰苦灾难？求你让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。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所我这声，求你让我一切工作顺利，求你让我所做一切成功。这是咱来三甲看上帝话，第一位的今仔日圣经十二位，第一位的记载是创世纪十三章五十到十三节。创世纪十三章五十到十三节。第五节，甲亚伯兰同行的路德，有羊群、牛群、布棉，迄个地就袂永稳伫因三角徛，因为因的财物多，因才袂为三角徛。第七节，亚伯兰的牧者甲罗德的牧者三千，当时迦南人甲比利西人伫迄个地徛起。亚伯兰甲罗德讲：你我毋通冤家，你的牧者甲我的牧者也毋通冤家。因为咱是骨肉的亲，全地减无伫伊的目睭前嘛，请你离开我，你倒边我就正边，你正边我就倒边。路德也捌看，约旦河一片的平原，伫到索尼的路拢真稳定。迄、那个地伫亚花未灭，所到嘛。俄摩拉以前亲像亚华的门，也亲像埃及的地。十一节，对安尼罗德经约旦河一片的平原，迁徙去当时，因就大家分开。亚伯兰徛起迦南地，罗德徛起平原这个城，徙伊的布棉到索多玛。第十三节。所罗多玛人极歹，大大得罪耶和华。第二位的圣经记载是罗马书十二章九十到二十一节。第九节，听就无假，惯惯歹，亲近好，听兄弟就三亲爱，敬重人就三推尊。论温群唔通平淡，论心志着热热，论主着服侍，伫五万着欢喜，伫患难着吞忍，伫祈祷着常常。第十三节，圣徒所欠过的就供给伊，出外人着治愈好款待因，困着恁个着甲因祝福。就祝福，无得就做。甲欢喜的人，三甲欢喜；甲啼哭的人，三甲啼哭。十六章，三款态，就动一样心，心志无得好过，就手，就手，
受着卑微的，无得掠家己做避险。十七章，无得用歹报歹，伫正人的面前，着多无遮个好事。那未得通甲正人和，就着尽力甲因和。十九章，所听的兄弟啊，无得家己心软，着忍气较好，因为有记载讲，主讲心软在于我，我要报应伊。二十章，若是你的对敌枵，就予伊食，嘴干就予伊啉，因为安尼，因为惊安尼是将热热的火炭夹伫伊的头壳顶。二十一章，无得予歹较赢，得用好较赢歹。以上，愿上帝赐福，听伊的话，搁去行啦。这是阿乐，咱请圣父对伊。